哥，我下午就要出去了，你帮我找个车嘛。找不到。都要过年了，出去干啥？等过完年去。在家冲着惹你生气，出去不是刚合你意啊？大嫂，先不要给静儿晓得，我今天要出去哈，怕她到时候难过。好，她就数码就完了，免得你过完年再出去了嘛。最近很忙。这次回来没有给你带两样东西，这个手链是我两个月工资买的，你先收到嘛，在家去用的时候就把它卖了。不用，那贵东西你拿给我刚当子嘛。给你你就收到嘛，都是一家人有哪样的嘛。我先盖上一缸哈。没你早点回来吃饭哈。要蒸腊肉吃，洗干净给苗苗带出去。我这还有点钱，你给他嘛，在外面哪子都要买，不要一出去就饿饭啊。你不是不给他去了吗？他那个牛脾气嘛，要去他那拦他了。今天我做饭嘛，今天野葱还炒腊肉，我记得小时候苗苗最喜欢吃野葱炒腊肉啊。可以。蒸好饭你又回来了，很准时嘛。我去给静阳买了个滑板车，之前答应给他买的。我觉得你还是先不要出去了，听别人说在外面过年，啷子都买不到，别人都关门回家过年啊。咋可能买不到嘛？都讲了，现在很忙。讲不讲不听。大嫂，你给我装了两东西要拿走。给你装两坨腊肉跟腊子面，还有几个鸡蛋，路上吃。到时候你快回去嘛，不用送了。没，你路上小心点哈，到啊记得打电话。晓得了，比妈还啰嗦。哇，这个是娘娘给我买的滑板车。对。娘娘嘞？她刚刚出去上班了。跑慢点。娘娘，哎，你要回家过年早一点哈。好，谢谢你给我买滑板车，我很喜欢。不用谢。你还真的准备走路去啊？赶紧上车，等你好久嘞。哦，不是说不帮我找车吗？嗯。等我走了哈，哥。滚滚滚，到去打电话。哎，那娘娘咋个又拿手链出来了？不然啊，小燕。苗苗说送我手链，我拿还了，她又拿放出来了。给你，你都收下了嘛。喂，你放哪里带？啊，感觉心里面有点空空的哟。人家在家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说人家，现在咱走，我们又舍不得。哎。怎么样？这个就是你买的车啊！不要小看它，手推车也是车啊！现在上车。好。坐好没有？坐好啊！出发！滴滴。你们慢点，小心打。
今天正开始住院报哈，不然有啥感想吗嘞？住没住啊？还能有啥感想哦？开工。今天给我拿腊肉来吃啊哈。一天就想拿几头腊肉。这种体力活你就不要做了，快回去休息。没得事的，哪里有那交情嘛？我现在也没得之前吐的厉害啦。哎呀，不然过来给你安排个任务。那想参与的话，你就来当监工，那做得不好你就讲。妈妈跟你换吗？不听话就打。好。讲的真不是。八姐，为什么要去抢啊？院坝边上，到时候可以种些花花草草，到时候有没有没有空气也会好点啊。我就再住两个树。可以。来喝你豆汤喽！哦，嗯，安逸，要再有个西瓜吃就好了。我去买来。我就说让你真去买呀。没得事，我去买。我走啊哈。小心点啊。好。爸爸。高老师。我很认真看嘛。是哪个拿老饭了鸡胗哦？哦，还能是哪个？肯定是娘妈良心发现，准备拿来吃呀。好菜姐。好。姐，你要喝米汤不？好，妈妈说喝米汤营养好。焖给你们牛的。嗯。你一个拿一个去给你爸爸。咦，没你耶。妈妈不想吃。爸爸给你吃西瓜。哟，谢谢，拿给你妈妈。我耶。再见。好，爸爸，你帮妈婆婆帮我剥。吃饭喽！是哪个喊你们拿腊肉来吃？吃完过年的亲戚帮忙铺水泥吃，哪子？不是你咋放桌子上了吗？我哪敢放的哟？嘿嘿，是我放的。原来是你想吃哦。